对。啊，现在就是我们军舰哈、哦，主要是停在首尔军港。哦。哎，首尔军港。那这个地方呢，这边最多也只能停大概两艘军舰而已的。那主要的军舰要停在那个高雄港里面，那也有个海事造船厂，海军的海事造船厂。那些军舰，比方说我们现在号称战力最强的那个什么基德舰，哎，18开头的，哎，18开头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们是号称这样啊，这大哥在这样笑，我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就是人家不要的东西了。对啊，基德舰就是这样啊，人家工程的装备啊，哎呀、啊，但是是我们现在战力最强的，吨位最大，当然战力最强。哎，刚刚有听到那个 F-16要在我们台湾设立亚太的那个维修中心吗？好，有啊，跟汉翔合作了。好，好，那现在很敏感，不要再讲了。好，来我们再看一下哈，这边那个红色建筑那个就是我们的鼓山轮渡站，那个红色建筑有渡轮停的那地方就是旗津的轮渡站，啊，这个渡轮坐过去哈，屁股还没坐热哈，船开始移动过去哈，不用5分钟就到了，不用5分钟。哎，对，屁股还没坐热哈，对啊，屁股那高啊，哎呀，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，坐很久，然后旗津的话，我要屁股啊，都没完的，没5分钟就到了。一个一张包包在那边准点，想说还要坐很久，然后一下想说我的包包呢，还好赶回去船就快可以走了。哦，对啊，那个其实跟。其实哈、哦，我觉得台湾的吃上很好，东西如果不见哦，赶快打电话联络，哎，要联络对的人啊，比方说船，就赶快跟他公司讲，他们过去以后，他们那边马上就处理了，就跑了这样。哎呀，对啊，原则上客人，也不太会拿啦，哎，真的像我们这个手机哈、哦，如果在其他地方、其他国家啦，你只要放在车上或放在哪边就不见。在台湾哦，你摆在厕所那边，没有人会拿，真的没有人拿，苹果人一样啊，没有人会拿、啊。哎呀，你赶快回去拿都拿得到，哎，因为我们有定位啊，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人民的素质还是很高的哈、哦。哎，对，啊，不过还是要小心的、啊，如果不见的话，资料就很麻烦的。好、哦，好来，那这个船呢？有没有看到这 LPG 的这条船？哦，这个是天然气的啦啊、哦！哎，这个是气体船啦、啊、哈、哦！哎，它是漆成那个红色的、橘红色的，有没有？这代表就是跟我们那个在高速公路有看到那个货柜车啊，它都会插红旗，有没有？就是气哎，对，唯有新的气体车或船，它都会把它标示一个特别明显的东西，让大家都不要去靠近它哈、哦。好，那这里呢，高雄港呢，有两个主要航道，这边是主航道。哦，12公里，这边次航道，那个6公里哈，6公里，对，12公里，这边6公里，那这个主航道呢，就是直接通到二港口，高雄的二港口，对，按照说二港口那边的水深是7米深哦，它可以进出10万吨级船，从那边出，但是比方说像，说不一定10万吨以上就不能通行哦，比方说像长荣海运的那个货柜轮。最大的一艘21万吨的，也是从二港口那边进出，在那边装卸那个货柜啊，对，而且所以说你那个码头只要不要搁浅，都可以的，都可以从那边进出。好，那因为天气的关系哈、哦，我们这个高雄港就不要介绍，我们介绍里面的啊、哦，来，这个